怎么样，奶奶？不错，不错，哎，太棒了！有啊，学到奶奶的比例跟火候。谢谢奶奶。大明啊，哟，你这汤怎么只煮这么一点啊？啊，这怎么会够啊？奶奶啊，这些啊，不止不会不够，前面几天还没卖完呢。啊，还不是出自于逼不得已。才做调整的。哎呀，这年头啊，生意啊越来越难做啊。对啊，一天比一天差呀。对啊。哎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嗯，我们的客人呐， 啊，都跑去吃那个意大利面啊，那个麦当劳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你说那些东西啊，啊。怎么的比得上我们这一碗面好啊？啊！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！奶奶，这个麦当劳鸡块啊，哎，还有薯条，好好吃。哎，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！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奶奶，你不懂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林珊，不懂。是啊，林姐。哎。哎，婆婆。哎，等一下，奶奶。孙呐，怎么有空来？哦，今天工作提早做完，想说有些时间去看看奶奶啊，她要吃好吃的炸酱面。真是我的乖孙呐，快去跟大明讲。哦，好。哎，大明，早听到了，大炸酱面，马上来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兄弟，来。谢啊，谢啊，炸酱面。哇，怎么了？哦，哎，大明，你最近还好吗？什么问题不问问这个？哎，最近面店生意啊，一天比一天差，我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是哦。对啊。哎，好吧，不要讲这种伤心事啊！哎，兄弟啊，你最近跟品如有没有什么进展呢？跟品如，他就是老样子。老样子。他现在住院医师，可忙的嘞。哎，那你怎么没有像以前一样帮他折纸条、送便当啊？哎，不要以为我忘记喽。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啊，有问题不会，不去找老师，只去找品如。我那时候啊。还以为你是故意装笨嘞，虽然你本来就蛮笨。不是啊，你看他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够忙了，没想到现在在医院更惨呢。哦，我连想要跟他见个面的机会都很少，好不好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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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，嘿，不是我要说你啊，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帮自己找借口嘛。哎呦，哎，我上一次啊，我去医院了，嘿。我现在看到好多年轻男医师哦，我看了、啊，到时候品如被你那个怎么样？下礼拜七夕我已经约好了啦。哎呀，果真是我好兄弟，动作快。哎，你刚说七夕啊？对啊，下礼拜啊。哎，那你们七夕有没有要去吃那个黑漆漆里面两煮火熟？没有、欸，没有。的烛光晚餐啊！哎，我知道这么重要的节日，你们缺保镖啦！哎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我坐隔壁桌，免费帮你们拍照，然后来回开车接送。只是你要借我车，我没有车、啊。大明，我七夕要送他回家而已。啊？你没有听错，我要送他回家。许哲祥，你脑袋烧坏了哦！哎，七夕这么重要的节日，哎，你要送他回家？对啊，啊，他就没办法。
九弟，过来过来，这话不能讲太大声，不能讲太大声。对，你该不会？我该不会是要跟他？是要跟他一起？一起回他家？回他家吧。哦，大明，你正经一点好不好啦？我就真的只要送他回家而已啊。无聊。他那天跟我讲他什么时候轮休，看一下，发现是七夕，就马上约他出来啦。嗯。哦，没想到他跟我讲说他很累，想要回家休息。嗯。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我总不能逼他出来吧？嗯。哎，兄弟，吃面吃面啦！讲这么多有什么用？吃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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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啊啊啊！你们两个年轻人啊啊，在聊些什么呀？哦，没有啊，奶奶，我们刚刚就在聊哲祥以前喜欢的那个。嘘。啊。奶奶。啊。我们刚刚在聊以前学生时代的故事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学生时代的故事。是吗？以前啊，哦，我跟林珊啊，在这面店也有好多故事可讲呢。啊，奶奶，那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？你呀，你啊，吃都来不及了啊啊，哪来时间听我说故事啊？你笑什么？奶奶，奶奶，等等。奶奶，我也想听故事啊！奶奶，少肉麻了你！奶奶，拜托帮我讲故事啊！去去去去